my time.有看到，有看到这边叫。Hello，Hello，Hello。怎么叫啊？我不会叫哎、欸。直接。对。直接按就好了。这一区人全部人都知道会直升机要来。嗯。哦，你们在回收点。对。我们再玩一下。人呢？人呢？我记得我不是会有，就有一个冲突啊，放下。等一下东西。我记得 NPC 玩家也会跑出来，对 ，NPC 的怪也会跑出来。有啊，你只要启动回收，那一堆有的没的都会冒出来。Transmissions jammed. Proximity coverage only.Backup activated. System rebooted. You want? Warning. Now entering dark zone. Oh, 前面有敌人呢。有看到。哦 ，AK 真的好飘哦，飘到不行。那个准心一打是越往越好用的。压枪。天哪！从那个暗区进来一堆敌人在前面。旁边有的。先过，先过。拜拜了，根本都没人了，为什么？暗区货币啊！我把 AK 拿掉。冲击枪打还比较准呢。AK 太飘了，一直按着，近距离打也会不知道飘去哪。我现在这把狙击瞄准速度有点慢，是不是有点那个？有吗？因为我打下去，他不会马上扣血。暗区这几天好像都很累，然后要去人家家。哦，总算清完。怎么样？很累。哇，我突然跑出去了。Attention, exiting dark zone.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要去那个安全补子弹吗？目前是还不用，因为我是拿飞飞。嗯。我不是拿那个主要、哦那个、主要枪支的子弹的。Proximity coverage only. 我拿枪支枪跟子弹枪。大挑战不可能用的枪啊，那个子弹没有杀。那子弹打完就算了。正在前进中。在地下。地下，地下就没有米了。他这里有米。嗯，几秒点。你要哪里才能拿到那个蓝哨手雷弹？很讨厌的东西。正打不出来吗？他这边有东西。他这边有。为什么一出来遇到一堆都是敌人呢？我们被 NPC 玩家杀死 ，NPC 的杀死的话也会掉装备吗？好像也会吧，不知道。等下就是捡个绿放在手里，让他打。捡一堆绿色，然后放在身上，然后打怪。你会降级吗？降降级。降等级。嗯，你们现在按去等级了。还挺久的，现在是按，那你是哪高？那个 dog 说他刚刚最高，应该是。这里别挨打，恶国大使馆。应该会吧，你最快的。哦，总算解决了。昨天已经打通了，今天应该就 OK 了。真是的，我怎么运气那么好？一出来遇到一堆敌人，一堆人。暗区一进来就一群啦、啊，然后走巷子过来又一群。前面有人。前队友。总算到了！哇，你一路也打很多东西啦！看你走过来的地上，全部都一堆蓝色的那边尸体。哎，打自己会不会扣血、啊？蛮好奇的。同组的不会，组队的话，组队的不会。有对啊，所以有些人是组一组拿到东西之后，在那个。直升机呢？退队，然后杀。真的不会扣血。但是你丢那个闪光、哦、手雷就会打自己人。对啊，那种范围性的会打到。哦，
所以你现在要去捡国土还是打经验值？先等豆哥上线，等他回复。他说他是西瓜。啊？是西瓜。是西瓜。西瓜就等他。那我们先打暗局啊。嗯，先去补一下弹药。补一下弹药，这边有安全区。有啊，检查点在这里。你们包包满了吗？我现在只捡到一个。我什么都没有。来这边捡紫色的就可以。Hey, you go in without this, you're dead.看今天暗区上的有卖什么东西啊？有都没有卖什么金色的。没有卖什么东西。要去那个六区才有啊？什么区六区才有？暗区六啊，还有比较好的设计图。要50等才能去的那个不是吗？那个暗区六，基本上你只要武器够强就可以过去啊。Transmissions jammed. Proximity coverage only. 玩家吗？ Backup activated. System rebooted. 小心不要打到白色的。Warning. Entering dark zone. 怎么着啊？打死！其他玩家在，小心不要刮我枪！我要打，再打坏啊！对的啊！哎，等等，哎，死掉了！哎，前面有金色的。金色还有两只，一个敌人，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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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你要运气好，哎，日本人在打你们是不是？有人打我们吗？对啊，要打，不然他在打谁？没有啊，他那边还有敌人呢。他打我，他要打我的话，越打就来打。哎、欸，是王哎、欸，是王。去打。牛仔，超过了。Mm-hmm.
喵掉。要准确等一下。反正他要是想不开，想要打我们的话，其实也是 OK 啊。想打赢他。我不相信三个人打一个还会输。他就算全身，金色金发已经不行了，我还是觉得我们会输他。对吧？除非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他突然间打我们，那我就没话讲了。那可能三个都不是他的对手。走哪边？这边走。嗯。那个，你可以先标示有国土的地方啊。好，往这边走啊。这样你可以顺便捡国土，路上又顺便打一打，这样。没有，我们开不了啊。他要三十等才能开，我们才十几等而已。我有三十啊。好，那就可以，那就可以去打。我三十四。那 OK 啊。呀。右边的什么东西啊？回收点，回收点。哦，这回收点不用了。要招吗？要招，要来招。反正你有东西哦。你身上我只有三个耶。没关系啊，有东西就先丢啊。啊，那你就叫啊。加点库。Chopper is inbound。我最希望有人这时候过来打我。我发现手上这把轻机枪打起来的数值也蛮不错的、啊，刚才打都两三万在那边跳。后面还有。哎、欸，这爆了！还没啊，还有三十秒。那你怎么收到？快点，赶快背！有玩家，有玩家。有看到啊？那是刚才那个啊。他是他也有东西要掉啊。应该。还有五秒。很怕被我们杀掉，是不是？反正我要跑掉。Cargo pickup underway。要杀找不死他。We've got the package。回收完就走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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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就是要随时提防那种组队的，以免遭遇不测。哎、欸，这个东西，有一个箱子吗？在这里。欸、有箱子吗？我为什么我经过没有？这里还是因为等级不够，等级不够不能捡还是不捡、哦？特战的狙击枪哦，蓝色。你捡 AK-47不捡？你可以讲难，讲难用死的。已经装的稳定在上面的，还是会飘来飘去的。哎、欸，地下室。Warning, you are now entering a contaminated area.
这就没了。这里好像有一只网，可是应该是被打死。什么都没有，还是走错地方了。这地图是不是有点小？没有啊，就是它一段时间会伸出来。先上去吗？Exit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 嗯？左边那栋建筑里面有国土啊。这边是什么点？有敌人呢！石头，你在发呆？看地，看到一半就。旁边有人在打你。来啊来啊来啊，都出来都出来！左边刚刚不是说有骨头，来检看看，看有没有被砍。另外里面已经有人被抓了。有吗？嗯，另外爆炸。有人嘞。看玩家。杀他就好了。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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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还有，还有。哎，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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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干！快快快！在我的火箭上干打，再敲一下就打到他了。现在不小心真的把他打死。刚才不小心飘了一下，靠背。对啊，那个玩家不小心飘了一下，子弹就往他身上靠过去了。那边有玩家的时候要小心打，不要。对，我马上停下来了。他们说靠背干，他怎么在同一个地方？对啊，还是有的故意的哦。所以就自己要小心。故意杀他。这边那个国土在上面找不到地，找不到上去的地方。地图标示点找不到啊，在哪里？干嘛干嘛干嘛？现在修书的意思吗？
这个啊，那里是留的箱，大箱，不是你开过地图标示点那个位置，找不到在哪边。一层都找过了，就是没有那个东西啊。因为我这边来好几次，我就是找不到，不知道在哪里。那个，我看到了，嗯，找到了，找到了，在这边，找这边，在二楼的超边边等角。我夹，我夹，国土吗？对啊，国土的、啊。哦，在一个超边边角角的地方，难怪没看到，因为那个夹太不明显。那边呢？他在那个区域外面，所以你根本不想要在这边。哦，天哪！对对，他在那个边边角角哪找得到、啊？谁会想到他在边边角角？假如没有在范围里面就算了，就他在范围以外。下面那边有一个敌人。后面，家具哦，暗区钥匙，又是暗区钥匙。我那时候看你们，我看那个是，我开宝箱开了，这个宝箱我开了。炸弹，躲开，石头有炸弹，石头有炸弹。哇，炸一下两格就不见了。我不是跟你说有炸弹吗？剩一只，还不走，剩四只。暗区钥匙要去哪里？哪里拿？还是哪里可以捡？打电就会打。暗区钥匙是随机捡的。Warning, agent on your team is down. Requires assistance. 走过来送两颗。A new agent is joining your team.暗区钥匙是打敌人掉下来的，走过来直接把它掉下去，这样就砰砰就死了。是不是你买的什么鬼？不知道，反正他不理我。我也不懂啊，这到底是干嘛？换分流的意思吗？哎，清完了，另外一边有人在打，是不是？道哥。这栋建筑里面的怪又产生了、哦，有吗？又有了、啊，又伸出来了、嗯，然后有一只在里面晃。打他打太好了啦！有一个玩家，是刚刚那一只啊。打他的话要等级弄多少才可以离开哦？啊？他很多会来猎杀你。可是打只杀一只也会变红人吗？会啊，会啊，杀一个就会变红人。真的假的？是真的，等时间比较短啊，倒数九十秒的样子。对，我想试试看，准备在楼上，反正我杀就好。那我等他，等他快点。啊，不小心射到你了，不好意思。在楼上，敌人都在楼上。我放这里。不小心
抽到你，不好意思。啊，那你给我灭了。等一下，会不会我杀他之后变成你们整队都变红人了、啊？当然会啊，整队会变红的，你不要害人呐、啊。那我先跳离队伍，然后再杀他哦。好，不要了，等一下开到自己的。你不要反被他杀了。算了，还是不要。基本上不要乱打，看到白色的马上停火，是最保险的。你们要去那个回收？回收，好啊，去回收。我捡到钥匙了，终于捡到一把钥匙了。我已经捡七个，这边下去。这里，这里。真有敌人呢、欸！哇，超多人的、欸。那紫色的哦，紫色就无所谓啦。哦，金色的不行，金色的。爆浆了！先往回收区吗？对啊，先去回收区啊。嗯？不懂。那是宝箱，是不是？知道你不是今天上班吗？他就我们家的，嗯，回收区在上面。狗龟蜥蜴，我们家的狗龟蜥蜴，所以我们今天休息一个。啊，狗龟蜥蜴，然后上面，这里这里上来上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有绳索。已经有人发射回收了。有啊，看到一个人啊。是刚刚那只吗？那不是啊，另外一个人。一对的话，我们要包围他。哎，那个人不见了。还有一个，包围他，让他有紧张压力感。哈哈。让你放毒吧。你要表达善意。讲话是不是？暖身。你要来回开壳跳。当然紧张，他现在一直很紧张。他觉得干什么？一群人，然后都在放补包，都在放那个补充弹药的，在干嘛？哎、那个包包爆炸的话会烧到他？不会。有敌人靠近了。敌人来了。
又来一只哦。完蛋了。后面来了。穿不了了。他老板比较。枪这里的他放了几点？嘿嘿，我们开下去。Ready to bring it on board。霰弹枪来了。15 seconds。Successful extraction complete。打到我了。没关系啊，打到人就算了，要把他打死就好了。打大使馆吗？好啊，怎样？再追再要一次豆哥，他怎么没进来？好。嗯啊，没有紫色的呢。还有啊，敌人。另外一边，我看白色的人一直在我们下面而已，那个也是可以打的。我快死了、欸！不要，不要把人打爆！不要吃官方。哎，有人跑去追人家，你很无聊的、欸。你不要人家，你不要人家压力超大。快死掉了，真的好很好笑。而且他好像没有补包了，吓吓他。他一直觉得哇，不是人，干嘛一直跟我？哎、欸，这里有火土哎、欸，我看到黄色图案。哪里呢？右手方。嗯。蛮好笑的、啊，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他身上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啦，是被人家开过。看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他很紧张，可是我很开心。看他这样跑跑去，真是。该在这，不知道可能怎么开，不知道可能怎么开。我来开，我来开，我先死，我来开。哦，掉紫色的、欸，哇！好尴尬哦！再高一级。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等级比较高的来讲话。对啊，墙上有黄色图案，这附近都有国旗。那是帮派嘛？都避难室。啊！现在不急。欸，所以等级那个什么暗区六是等级50才能买东西吗？这边的是哎、欸、这边就已经50了。哦、嗯。有没有狙击枪？都没有，这边都没有卖狙击。
你要回收吗？刚刚捡到的。把它回收啊。先拿去回收啊，比较保险。嗯，好像有人叫是不是？他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会出现在地图上。有啊，他一直在闪欸。回收都是这样带司机吗？后底的啊。啊，有看到了。好，那就过去吧。来不及啊，十几秒到的时候，他已经飞走了。Warning, now entering a contaminated area. 没关系啊，到那边再叫一次。如果身上的污染物没有回收的话，走去直接销毁。那个，它会直接不见，对不对？直接销毁。哦。它会先出现警告。跑掉！再叫一次。Chopper is inbound. 哦，来了呢。敌人靠近了。Extraction successful. 又掉紫色的。下面有敌，脑袋灌浆。
去吗？没有。嗯？这边不是比较近吗？哎，那是入口。入口，入口不能出去。哦，是吗？我不知道。有分哦。你只能选择检查点。哦，有洞，有洞。来，这边，前面。原来还有这样子的设定。它的入口就是等于是一般的墙壁漏洞钻进来。那真正的检查点是有那个防护门的那一种。嗯，有东西，箱子。哦，要捡吗？嗯，知道不来捡了。无法在战斗区战斗中离开，那老师没有人。石头这边有一个箱子，你不来捡吗？嗯。哦，原来路上有人，关那个门。哦，紫色的东西也靠腰了。它就等级30才能开的啊。Readings indicate this area is contaminated. 懂，有敌人呢。Now leav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没有手区啊，没有手机就能办。呀，瞬间爆掉！还要回收吗？哦，就回收啊。再回收一次。在隔壁而已。里面还有一只，不打了。嗯，清完了。有人发的，很好。又是他，还有没有觉得很紧张？奇怪，怎么走啊？都是这几个。Chopper is inbound。这是他保守区。你才是跟人一样吧？哈哈哈哈哈哈！对啊，他超紧张，你看。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没。可以用。哇，这世界到底还看什么？咦？他真的超害怕的，你看这样。我刚等一下他又跟他开枪，没关系啊，我会跟他真的开不开枪。然后他变红了，我就知道他在哪里了。不要打到他啊，真是。打一打。
来，在这边开枪好了。我不敢挂在路上。撤退撤退！哇，警察点在旁边而已，不是我。会不会有人把年代粘在这个门上面呢、啊？开门以后就直接爆炸了。Attention, leaving dark zone. 有听电脑版的说过会有外挂堵在那门口，然后有人一出去马上就杀了。进去就砰砰砰了。我只看过有人把年弹放在回收点。那过去就开始。就是那个开始回收的时候，他就从旁边引爆这样。好爽。就是有那种对啊，故意的。咚！喵喵！然后直接进去补给。二国大使，哎、欸，你们补吗？嗯。没有，我哎、欸，我补过了。今日任务，Agent, we're intercepting LMB radio chatter.It sounds like they picked up the immunologist's message like we did. Sweep the consulate and try to locate him. We'll let you know if we ID any likely hiding spots. 挑战模式。超勇猛。嗯，啊，我没带控场，忘记。开始打了吗？还没，他还没开，我开了吗？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哦。嗯？够。我看我要怎么打啊？没打死。后面。有一只冲下来了，嗯，我不知道被什么打到，躲在这里，尴尬，非常没在补给。Alert! Friendly division agent is down. 呀，着火了！啊，只剩我一只而已啊！上吧，哼哼。
直接冲出去啊！要我死人看！啊，怎么那么多人啊？啊，我现在发现一堆人。干，剩下都倒在地上了。Dog 是没有开耳麦，还是没有没有他的声音？对啊，没有他的声音。嗯？聊天室状态？有啊，有他有进来啊，只是没有声音。发讯息给他。你控场控得住中间那一个吗？哎，有声音了。哎，讲话。你刚刚没声音。你控场可以控中间吗？我刚丢了啊，但是还是有听过。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站一个，然后我先上去打上面那个神态，然后另外两个在底下。嗯。把他拖住吗？我先开上面这只神态哦。嗯，好。好啊。减伤的话不会很痛，可是如果手榴弹的话，那就真的有伤。手榴弹一定要闪啊！可是这栋地雷不会炸死啊，这栋地雷炸。还有闪弹，还有第二波，上面。不要所有人离开。上面。打错边了，注定了，你在哪？看到吗？边啊，这边要有人啊。底下还是有。底下一堆，二楼一堆哦。下来了吗？出来啦，二楼是啊。在哪呢？我死了。Warning, an agent on your team requires aid immediately.等于说第二波到，对啊，第二波要在二楼，被打，要炸钱，有一只在下面，你打到包包，它会倒。完事了，有一波。那我这边有丢补药包，那里，那里，好，看到。哦，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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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嗨哦！唉。他爆的时候我们要打他，不然他更要死。
Warning. Hostiles inbound. 还有啊，还有。有啊，这里。这一步我就啊，从门口不看到了。Warning. Agent on your team is down. Requires assistance. 楼上是不是散弹？散弹对了。先打头上，看看。下去，下去。过来了。宝宝，那好，感谢。再见，再见。我还没有。好，那几个可能就会收回来。下面那个角都不好打，把后面的人总算清掉，对啊，快快的，狙击枪、五枪，然后包包好了。那、啊、现在改用狙击枪打。两步。嗯。用狙击枪打他包包比较快、啊。单发攻击力。开打了吗？有人开了。散会而已，别客气。还要再来吗？往后走啊，真是的。进来了，啊，帮忙，嗯，好险好险。还有个机枪塔，还有。
哪里？Warning, hostiles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拉出来吗？忘记了，他们在右边哦。再来喽。要往右边那条孔子。难道过来了？要不要跑？放救一下，放救一下。那有兵。那个，等一下，右边，右边他们会从右边来，所以那个有矿场的要不要帮忙矿一下？嗯哼，先矿右边，他们会集中在右边。所以从哪边开始？从这边走大啊？没有没有，好像是直接进刚刚的房间。哎、欸，没有没有，有人有人，我看到了。那从走廊开始。进来耶！盾牌是在这个套旁边的、啊，你看、啊。太猛了吧，大哥！不能这样子啊！哥，你要通过啊！那我要怎么打？很尴尬。哎，好点。你被卡住了。进去啊！不要包放不出来啊！放救一下，放救一下。那个、哦，冲过来了、哦。这是冲过来了，是吧？直接卡在这里。炸我！清完了。靠！左右边。右边，他们是从右边那边出来。Warning, hostiles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 对呀，进去打他
因为这是调查的不是吗？哎、欸，我出来了。就一只而已。不玩。Agent, I'm not sure exactly what to tell you. 这上面不就好了？对啊，这边有。Somehow, even through this, so notes, journals, anything like that, be on the lookout, okay? 嗯，就是这个机房。走开！A lot of hardware. What the hell are the Russians doing with all that processing power?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probably spying. Now, odds are Chernenko's using all those processors to run some analytic models of the virus. 电脑开的时候，它就会从，不是你，从这边这个门吗？嗯、是哪一个门？这个，这一个，那一个，就这解放这个，是的。豆哥，你现在在那个门吗？啊、我准备演弹。这个地方，那还有另外一个空门在吗？好，你开了。启动了。开了，等下门打开我就引爆，直接打到门口。下面打一次。启动。Accessing network. Establishing uplink. He's pulling down his data. What is this, Doctor? It's mapped RNA files. I don't know for what, but it's Chernenko's genomic data by the truckload. Agent, I need that. I need all of it. 没电了。有了。Countermeasures detected. Establishing. Warning. Network privileges revoked. Where's it gone? Agent, the data's stopped. We've been hacked. Agent, whatever did that to you was Shade Tech. Which makes them our new target. Reacquire that tech and connect the data with the enemy. 这边有人跑过去了。啊，那个还不错。右边，这边到我们后面了。他跑到二楼去了，那个。我刚刚在这
剩几枪就跑，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像楼上的。放什么？要包啊！包多少啊？不，只要三个蛋。他跳下来了。对。哎，还有。在我这啊，哇！那我就让他去啊！哇，那我没地方躲，我跑出来。等一下，等一下，你的人都拉掉了，没有注意到你的人已经离开了。是他刚刚打的是吗？他还有另外一波从其他地方过来。这一波我没看到他从哪边，他从那个右边的门跑出来。另外一个门是不是？对，右边的门。另外一个门。所以这次打完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了。所以就是打完要上二楼吗？不用，其实刚刚打应该可以不用上二楼。我补给一下。哦，直接从后面开始。嗯。可以。哎，靠腰，不用开电脑啊？为什么？为什么不用开电脑？散弹哦！我整个人哎，不用开电脑哎，开电脑。它的启动点等于说电脑直接坏掉，从电脑那边开始。它这边是你只要超过那个坏掉电脑那边，怪就直接出来了。就是检查点。如果要控的话，先上二楼，就要提早控。就要换人了，天上二楼没有控制，好的，你要去控，控到门口都变好打了。电脑都烧起来了。等一下，等一下，有人没到，都到了。已经被发现了，我刚听到一声。没吧？爬上去哦！不下去，不下去。冲上来了，闪掉！
Sir, agent on your team is down. Requires assistance. 这就放机枪了。是。哦。躺下。解决了，快要上去了，最后一次了，怎么没了？那，啊，算你正底下，你让他。解决了，直接Assessing security system. Security protocols deactivated. Security doors unlocked. Ah, 那个楼梯嘛。对，左边跟右边。我在右边，被发现了。先上来啊！右边还是这边在哪啊？下一个。来啊！知道你头了。在打我！他在打我！解决了。我有两个，边一边，还要在左边右边，在左边，在右边。啊！直接冲进那里搞，我发现了。必须吗？必须挂打吗？那剩下一只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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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画一下，你看你这门，这门在哪？出来了，外一边，另外一边，看另外一边。刚刚有丢一个机枪。对，我打掉，我已经打掉，机枪我打掉。我在打他包包。别救我，看我包包来不来。包，救我！我去过来。不要啊，快走！跑跑干嘛？冲过来了。包包快爆了，爆了爆了爆了！他刚好包包直接往后面那一只，他就，哎，那他有加一个冰箱在里面，在前面那边，在下面，然后他倒了，在下面，在地上。冰箱已经打满弹了，一下两个炸弹。都被打穿了，然后我墙壁上一堆弹孔。他那个才是专业挖墙，他那个我觉得他才是专业挖墙，专业打墙工。他敢这样打得到，我明明就没有出去哎，打不到。干嘛子弹？那个机枪没被打到。哎，我直接是直接复活。嗯，被打死啊！听完了。我说我直接复活，因为这个点打死人要到下一个，他有时候就是耳机的。Intercepting transmission. Intercepting transmission.紧急避难室。下去。这个谁要站前面？我血很少啊。没关系，我在前面。第二部分右边会有散弹弄出来哦。下去之后，赶快拉上来就好了。是啊，不要拉上来打，拉上来。因为我们是空在中间。那该可以开喽。好，没有。哦，怕被听到了。左边，右边小大，啊，左边掌握。来，一人看到。不是吧，连两颗过分。那里用超量应该。解决了前面的。哎，闪灯哪边去？
不要包可以自己玩嘞。没有呀。再剩下这一次。爆了！还有，下楼还有吗？没有，没有啊！哎，找那个病毒学家。哇！哎，什么都没有。给个绿色的也不行吗？什么都没有，打到现在什么都没有。Vitaly, Vitaly is Dr. Jessica Candle from New York.We spoke at Innsbruck after your talk. I know you, and you know my work. Dr. Kanda, do you have my notes? Are they safe? Vitaly, it's okay. We're here to help you. Can you open the door? 好好的，你怎么还把来这个？真的太好了。我这不然 A。Vitaly, what's going on? That was a breaching charge. Move, agent. 我这边看到有一只死在天花板上，你们看得到吗？他应该是在地板上，然后你的画面是被隔，他是死在上面。没有，他的头卡在天花板上面。没有，我的画面是在地上。我看到他那个头卡在天花板，只有下半身露出来。嗯。安全室。还没还没，差不多了。嗯，好了吗？Accessing security system. Alert! Intercepting transmission. This is Sorna Boss. I got your info and I pulled his notes off the server before the JTF accessed them. We're ready to extract. Good.How about our friend? They're close. Permission to engage? Granted. Let's see what the secretary was made of. 那科技的那个，因为我刚开掉了，没整的。来了。先生要讲。哇，学长，查到了。那个鬼。是。你搞真的吗？对。直接死掉了！打好啊！怎么给我金色的？好啊！哇，金色的！这么好，我只紫色的。通过了。对，太阳你了。没有，就那个啊。这个啊。那个王也太可怜了吧！金色的配备。
啊，有一只蛋，有一只接近。会啊，打他头上还是会。拿包包的。找不到包包。我面对右边。拜拜。旁边不正起来而已吗？起来一秒而已。一秒。才一秒而已，就站起来他就痛了。快起来！别起来！不是直接死就要死在这边的。不是很容易打，冲锋枪被打了，被冲锋枪打哎、欸！就是我前面没有冲锋枪。冲锋枪没看到，而且也被打到，到之后。对啊，他直接连 CD 都不给了。解决了。哎，这只怎么打都打头都不会有事啊！这样是给我们狙击镜吗？金色的狙击镜，金色的狙击镜吗？哎，对，没有打过那次，那梦寐以求哎。我以为是那个第一波哎，他有声音的，很接近的。Shape technology detected. Syncing with shape technology. 先给你金色的狙击镜。Access. Establishing uplink. I'm getting the files off of agent shape tag. This will take days to analyze. But there's something here. Something scary. Hey, 紫色的 MIA 很猛哎。It's a good thing I got this. Not that good. 现在就是拿紫色的 MIA。We had your nickel taken out from under our noses. M44 给一把，靠腰。I don't need them. At least not yet. 还是特制 M44 干。他给我一把第一波 MMA， 他要你开无双啊，狙击无双吗？干晋级背包，啥小啊？晋级的背包是吗？干，那就叫你电工，电工用的，这是电工的，电工用哦。对啊，哎呦，电工太可怜了。哎呦，他这是补血用的哎。啊、什么不是什么叫做所有治疗也套用至技能目标，什么意思啊？看不太懂。就是比如说机枪塔或是补血包，你补血的时候也可以补到补血包或者是机枪塔。哇，这么猛，那真的是那个人。照刚刚那种模式打，应该可以 就可以刷了吧？欸、红白蓝色，什么怪颜色？这个发火颜色很丑，你打到直接擦、欸。看一下，没有哎、欸，我都把颜色留起来。
可是只是说下一次改版那什么啊、那个什么、这个颜色啦，难怪会被人家拆掉。下次改版会加那个，这就是英国旗的颜色啊。法国啊，英国吧，英国来吧。超级丑，我还是用我的粉红色好了。这边有主要卖浅蓝，我怎么看一个人在那边跳？我现在的生命值是6万，技能强度14900而已，技能强度还是太烂了。所以你是要玩活体吗？我现在的目前状况应该是活体状态。我现在是平局。这边干嘛？这边干嘛？平外围子弹好多、哦。M1A 射速太快了吧？这是小型冲锋枪吧？就跟你讲，就是我刚刚都用 M1A 在打，那太猛了啦！你觉得可以打到头都打到26万颜色的话，连续连爆三次的话，护甲队长大概半个人多。我看一下这支 M1A 的啊，标标反弹枪啊，这些东西。这是 M1A 的效果是什么？天赋异禀，爆头冷却时间。哎呦，爆头降 CD 吧？对啊，爆头降 CD 耶，好猛！爆头降 CD 还是击杀降 CD？ 他写爆头就可以了。那还不错啊，那你他写施展爆头可以减少技能冷却时间，那你就可以丢完年弹然后爆头。嗯，对啊，那种天赋是不错啊。可以降冷却。可是他要电工，他要电工啊！我没有电工啊，电工要快2000呢。快2000哦，那就是要给我用的、啊。我2000。电工。我是下一次改版就可以交易的，不是吗？可是这个装备不行，它应该是仿照暗黑。那个就是副本打完的时候才可以交。不是，组队的时候，你们去打的任何的东西才。一定要组队，等于说你组队前打的都不算，一定要组队当中去打的，很尴尬。因为他如果组队前的也可以的话，那就类似交易啦。你能打多久啊？一个小时吗？这样还要打一个小时？嗯，刚刚有答案区啊，前面有死的。就是说打那个拿大使馆的时候，大概打多久？哦，大使馆。
警察学校我刷不到 MIA 啊。你们要改刷大使馆。够快的话，够快的话就刷这个啊。超晚，我要给我的那个金色的技能的效果很好。什么效果？9%有效射程跟准确度。有些校程好像真的没什么，有些校程好像真的没什么用。可以猜的，因为有些校程你也不可能从那个，从那个什么，我照镜可以，我照镜可以打碎。嗯，可以啊。有些校程你也不可能打那个什么凌晨隧道的时候，你也不可能从起点打网，一样打不到。对啊。直接拆掉！是不是这个头罩已经被打掉了？谁把它打掉？不会掉进去。哎、欸，前面有敌人呢。豆哥，你前面有一只。没有变肉酱。哦，一条包。没有，什么没有，打得这么辛苦。对啊，PS4没有外挂。跟电脑版比起啊，好久。哎，荒兽箱子。哎，为什么会一直威胁？大使馆里面有一只没打死。有啊。刚刚扫的时候，扫到里面有一只。可是任务已经结束了。紫色的。飞回去。哎，射怪用手枪射不死啊。可以啊，你拿金色的手枪就可以。金色的可是天赋不好啊，打不赢啊。那个大马士革的天赋是固定的，所以不要去试。大马士，什么大马士？手枪啊。打金色手枪。怎么样？设计图就有啊。天赋是固定的，不用特别去试。抓一把就好了。前几天看到八有人偷摸。他刷了大马士革的天赋，然后他都发现，因为奇怪，每次都一样。每次做每次都一样。他凤凰币很多嘛，没关系。哦，又可以多一把，又可以多一把 ICG，来多看看，多看看，读人记录，读啊读喽，来下赌注。
看我怎么好像感觉好像做一把垃圾出来了。做垃圾的预感。天赋好像还不错，哈哈。有技能尽量增加十趴，什么东西呀、啊？夸张不？费劲，不用再掉。这把不错哎、欸，这把的天赋还不错、喔，可是我都打不开，干。自电的？那自电的啊，自电吃很凶，是1800啊，2300啊，我电才1000而已嘞。1800，1800好冲啊。2300，我不是我说我现在电力才1000而已。嗯。你是说有一个1800的电力？1300跟1800应该好啦。没有1800跟2300。那你不是跟我的天赋差不多？他的天赋是什么？对精英及有名字的敌人伤害增加13%。然后什么？以此武器爆头时特有技能剂量增加11%，这我就不懂了。哦，什么叫特有技能？就是大绝。哦，大绝。然后第三个这个是不错啦，使用此武器爆头伤害增加24%，这不错。24。可是我的是26哎、欸，加减了、啊、加减了、啊，已经不错了。他打头还会增加伤害，已经很猛了。你免费开的那个是哪一个？啊？有一个免费啊，不用免费开，免费开就是增加伤害的，爆头伤害24%，免费开的，很不错啊。对啊，这把可以拿来用。好，用这把好了。爆头，你打头就对啦、啊，把头打到开爆就好了。克制人14，算了，不掉。嗯。先去把库存箱里面的东西拿去。哇，那哥，我先下咯。好，拜拜。嗯，好，先拜啊。再见。
欸，所以警察学校那，你有办法像他那样子两分钟打？可以啊，其实不用，两个人很简单，两个人更简单哦。你说用我们之前用那个方法打吗？对，反正我叫了之后，然后。